我其实是很害怕被感染的，因为现在北京疫情感染数字正在逐渐上升。但是呢，因为有一些必要的事情要干，所以说我今天必须得出去了，因为我已经因为疫情已经被耽误了整整3周的时间没有出门了。所以说今天如果再不干的话，那就没有什么时间干了。然后，但是我的家人呢还在家里进行隔离，但好在他们都是家里办公的，所以说没有什么大碍。对于我们整个家庭来说，没有什么大的影响。Thank you.